我们来晚了。他们说相信你们，我们愿意联合起诉。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晚了来找我们，这是对我们的信任。现在呢，我需要你们把你们的事情详细的告诉我们听，越详细越好，精确到每个细节。是这样子吗？先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了，那我们保持联系。谢谢上官律师，谢谢丛律师，谢谢你们。路上小心点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没想到一下子拿到这么多签名。九点半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上官老师吃饭了吗？一杯美式。夜宵呢？他胃刚好一点，要少食多餐。熊晶晶，我不是你家信哥，不负责传情，你干嘛不直接打给他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说不能太烦人。那你就烦我，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吗？那你帮我给上官老师买碗粥怎么样？不去。行，那我就给你医生男朋友打电话。你唬谁呢？13564628。你哪儿弄来的？买不买？买。谢谢你啊，丛律师，你太好了。上官老师，您等我一下。上官老师，少喝点咖啡对胃不好，多喝点粥吧。啊，你丝巾脏了。没关系，咖啡我拿走了。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叫的车已经到了。对了，上官老师，我明天能不能请个假？这段时间辛苦了，休息点吧。谢谢。正要打给你呢，温少卿怎么样了？哦，他吃过药已经睡下了，没有什么大碍，放心吧。那就好，麻烦你了。